芙蓉奇景，非洲鱼的独立式。今天给你们看一看非洲鱼的蟹槽。每个鱼儿的蟹槽都是用嘴巴把沙子往外吐筑成。今天看到这个奇景，就把视频拍下来让大家看看。鱼儿就是这样一口一口的把沙子往外吐，形成一个小蟹。每一个独立式的巢蟹只有一条鱼，你们看看这算不算是鱼儿的独立式呢？真的是每个巢蟹都有一条非洲鱼在工作。这条鱼太没公德心了，把垃圾推向邻居。善良的邻居只好把垃圾推向旁边。